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朝鲜恒药工艺品有限公司，我是工厂厂长付柱。我厂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，总占地面积8800平方米，拆迁面积4500平方米，主营菜板、木盒、收纳盒、植物架等各种竹木制工艺品，挑选上等原材料加工定做。车间设备有激光雕刻机、转轮打磨机、砂光机、烫印机、数控雕刻机等各种设备，欢迎新老客户来厂参观考察。